寿命是一个概念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健康寿命。长寿是卧病在床，就不是属于健康寿命这个部分，需要他人或外力照顾的人数8到10年。但是有50%到75%的这种慢性病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形态。2300万人，失智人口110万，看怎么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。什么样的新思维，什么样的观念要翻转呢？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是最佳的状态。什么是自愈力呢？很重要，说三遍：饮食、运动、习惯、人际。我的生活习惯也很好，肉啊都是吃瘦的。那就警察当时就找社工，安置在那个很好的。